厨房是大部分家庭的中心，想做一手好菜，最重要是拥有一个好的锅子。锅子品牌在市面上非常多，光说材质可说是应有尽有，许多人会直接联想到不锈钢锅，但是其实最健康最耐用的锅具铸铁锅才是你最好选择。铸铁锅是由生铁高温制作而成，不含任何化学物质，因此在烹煮过程中绝对不会发生熔脂脱落的问题，它的无涂层设计就很好的保证了使用的安全性。同时铸铁锅拥有永久的不粘效果，而且使用的时间越长，不粘效果就会越好。现在让我来给大家示范最常见几道菜。首先是 Pizza， 没错，没有烤箱也能做 Pizza。 首先先预热锅子，用中小火就好，因为铸铁锅保温性好，如果过度加热是会影响到烹饪效果的。另外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它的不粘效果很好，所以只需要少少的橄榄油均匀涂抹在锅底就够了。更特别的是，这锅盖也是铸铁材料，密封性好，在每次煎烤的过程中会产生360度的热气在锅内回流，而且不容易流失水分，这样更能确保食物的原汁原味。接下来让我们准备下一道菜，那就是煎鸡排。接着我们来煎鸡排，用简单的焖烧方式能够锁住鸡肉内的水分，这样能够快速煎出外焦内嫩的鸡腿，而且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任何厨房器具，都不用担心损坏锅子。而且它还能做慢煎糕，做慢煎糕最重要的是必须掌握好火候，不够热或太热都不行。而铸铁锅本身的特色就是导热和受热都比较均匀，所以就能轻易做出又薄又柔软的慢煎糕。所以说只需要一个铸铁锅，从前菜到甜点都能包办，轻轻松松快速的做出色香味俱全的料理，同时保留了食材的鲜美和营养。甚至可以说没有铸铁锅的厨房是不完整的。现在你只需要依照个人的喜好和习惯挑选适合的铸铁锅，你就能尽情的享用幸福的料理时光。请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，或者浏览我们的网站。